哎，大家好，这是 Shinix 为大家带来《怪物猎人》的网上录音视频。我们这边呢，还是在之前的房间中。现在房主抛了一个临界穗，我们看一下，好像有人是换了大剑啊，是他是换成了水龙大剑。这个怪我没有，我好像是没有专门的物品栏啊。我觉得拿这个金狮物品栏打吧，感觉上差不多。不用带这个估计也不用带。别的呢，拿上饮料。我想把这个换走。有饮料吗？有饮料，我觉得够了吧。大家装备貌似是没有怎么变啊，那边是它就是大剑，好像上一局用的是一个很奇特的冰大剑，我猜可能是冰的麒麟的大剑，好像属性很高，但是物理很低。把怪锁上。这个大剑是之前好像打阎王用过一回，就是打金狮的，等于是根据打金狮这个套装是进行一下更改，输出还是蛮高的，但是呢我不太清楚碎龙是高吼还是低吼，碎龙好像是低吼吧，看一下就知道了，好像是低吼啊，这个还可以，我能接受。这个很危险啊！现在首要目标是把他的手先给打爆。哎，那边怎么这么点血了？我打错地儿了！哇天哪！最怕的是什么呢？是队友打一下手，然后这怪冲过来，冲到你跟前儿，相当于是队友把你打爆了。恢复了，没有强续，我屏幕上没有轮到，不太清楚队友屏幕上没有轮到。稍微蹭一刀吧，蹭尾巴应该是打不断的。怪在这边，碎龙往哪边倒？好像是往这边倒。又蒙错了，啊，之前金狮子就倒错了。哇！我没想到会弹刀啊！那边也是，这是不知道吗？直接上，我看那个斩斧是红着手，直接上去就把自己炸死了。好，现在是普通状态啊，所以刚才是就是冒险续了一个三续，我们还在拔尸体，不过碎龙比较慢，应该可能拔到。不会怒吗？顶多这个再打一下，不打了。过手。哎，这是怎么打到头了？我想问问为什么我打的是手吧？为什么头炸了？刚才我是不太
就我有点问题啊，我应该是防御的，应该是没准能防住他那个攻击。这个真的是，总之就是运气不好吧，就是被连到了。而且大家可以去把视频是研究一下，我刚才是怎么会把到头打到。我平常我感觉上我是打的是手，好像中招也是手，虽然说大剑是从上往下砸下来，但是我看着好像是打到手了。可能就是延时吧，我猜可能是延时啊，然后打完以后是直接可能是判定为头部上的攻击，然后他转身是被打到的。这样拿下这个，还有别的要拿的吗？好像是没了。我也是存一个这个碎龙的它的一个装备吧。吃饭。这应该吃什么呢？我觉得吃个根性啊，这种怪我觉得就是吃根性。队友刚才假如即使不会打，刚才打这么下应该也是知道了，总之是不能乱打，他会爆掉。应该是这回应该会好打一些，实在不行我就换棍子打了。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要带的了，可能哎，怎么又没有准备上？可以带一个闪光，但是一般碎龙我是看它饥渴才扔闪光。根据队伍吧，好像我们这个队伍是不太，除非是 DPS 太低，要不然我觉得在怪进饥渴之前可能直接死掉了。有些队伍可能打激情武器多一些，没准是直接能打出饥渴状态的。好是续到了，这应该是打到头上，伤害还很高的。哇，好像就是我屏幕上打的，绝对是打的手了，结果手直接炸了。就是没有打了，是才想起来，好像打到手这个尾巴都能把你给就是打成史莱姆效果。是在没有陷阱吧？我没有看陷阱啊！哇，这是在打我！这是谁啊？那有陷阱吗？哇天哪，好危险！没有打到，哇天哪，你队友是想打哪就能打到，那么难打的尾巴都给打爆了。本来是那边我赖他地形不好，一般我是觉得一般应该是没事儿的。
怎么感觉这有点卡呢？这是我错觉还是什么？刚才又是没有心里没有默数，这回是续到了。是好像想奇怪，结果是被炸到了。手还没爆吗？哎，怎么没了？这是。完，我天哪！还好是手是换了。哎，我中史莱姆了，快让我滚！算了，来不及了，刚才想吃药了，但是我也是在处于危险当中。是有一个人有速食吗？好像有一个那种大轰隆炮声。这个地点实在是太恶心。有人怒删了，我也实在搞不懂啊，他刚才戳地把这个地给陷下去我可以理解，怎么还能把这个地给陷上来？没有爆，又没有爆，还得再打一下吧。还没爆，是这不敢打呀。全都打歪了，不太清楚打没打到啊。总之我屏幕上没有打到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队友他还是不太清楚，他还在。我刚刚就中刀了，我不能说我完全会打，总之我打法就是看他这个手是红的，我是直接砍一刀，然后是滚开。刚才那个斩斧就直接是砍一刀又砍一刀，这要是炸了他就直接被炸飞了呀。我屏幕上没有打到，可能队友屏幕上打到。炸死了，我没有看队友的血量，我是觉得这招死在这招上只能是你太贪刀了吧，或者说可能是队友太贪刀了，把你给打坐下，然后你这武器没法防御，也是有可能的。让我看一下碎，看一下他的碎龙应该是不是很弱爆破啊？可能三代中爆破游戏太变态了，所以说我是感觉拿爆破打碎龙没有什么不好的。这代中可能是不太好了。
我棍子没有其他属性的棍子，这拿什么打呢？还得打这个怪啊。只要是队友，这个太刀队友他是能换一把攻击力高一点太刀，我是可以去尝试。就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？我一会儿换了棍子，我们队伍中输出会非常的低，因为我的这一把加了防不是防御，是加的生命的棍子，人是纯控场用的，没有 DPS。这个人他也是附魔了防御，他是特别怕死。可刚才好像死过吗？好像是没有死过，这倒还可以啊，死过没有？感觉好像一直斩斧在死啊。他也是保命性能很不错，回避性能加三，加回避距离，然后有防御，756的，可能驯龙的防御率比较低吧，配的这个，这应该是加60防御。这边这个人呢，这人周末也完全不达标啊，546防御。还得吃东西，我打这个临界碎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太大了，有些 buff 有时候不太好吃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之前是忘删了。这样看样子吧，基本上我觉得由于是现在两把武器，可能是一麻会在怒前处，我是想法最好的是能在怒后出一麻，这样调整能发动输出是能高一些。我天哪，没有想到这个碎龙，我以为他会感觉上瞄的目标很奇怪，完全没有搞懂他是在瞄什么。哎，居然打的吃到黄 buff 了，非常的不容易。又吃到黄 buff 了，我觉得平常黄 buff 很难吃啊。他怎么头突然变红了？好吧，这样也行。这能打晕吗？斩斧好像是不太会打碎龙啊，他也是一直的中招。这招是别的我不太清楚，这位是会连着出两次的。你们又炸飞一个，觉得骑的差不多，应该是能直接骑的吧。我赶紧加血，加血啊！再接着加，
没有吃到。怎么又炸到一个？这我天，这是我打的不太对啊，总之是我的问题。刚才是应该是站在外围打的，我直接是跑到了里边，这个地方也不太对。还要骑吗？我觉得应该去马吧。哎，这都能炸到，可能是我打的比较少啊，可能是忘记了。我觉得我知道是应该晚点跳，普通碎龙你要跳的比较快，因为它爆的比较快。这个可能是我是已经有一次晚跳了，但是还是不够，应该是。不是 buff 快没了，我是怕把直接给骑上，我感觉上应该是不太会。算了，还是骑吧。这么打，给打到什么时候去？我改变想法了啊！现在怪没有怒，像是打不到尾巴。就没有血了，我觉得，哎，这。我觉得帮他们也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。哇，这是在秒我的。那手很危险，我想打爆，但是我的位置老是不太对。
掉一只，爆掉另外一只。好像是我爆手的时候是把队友炸飞了。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房间呢是大家不太会打碎龙，现在已经是就是已经是在 这又是我把大家炸飞了吗？好吧，是都还不太清楚吗？还是说我的打法有问题？我是觉得这个手这个样子怎么打，你上去就会，他有时候戳这个拳头撑地转圈那个攻击的时候，这个红的手是直接会炸掉的呀。能不能打晕吧？反正碎龙是这饥渴了吗？我看他好像流哈喇子了。我在赌一下啊，像这个倒地呢，我就直接去晕怪了。没有晕啊，碎龙我不太清楚临界碎多少，普通碎龙好像三代危机写的是80。晕了吧，天哪，真难。哎，好的那个，哎。但是虫子的这个标记已经过期了，这是最后机会了，我现在无限奇怪。还是没有奇柱吧，应该是没有奇柱。好吧，这又被崩死了，这怎么弄？我真的是完全帮不了队友，就是给我感觉上就是三代中一些比较难的怪吧，我是觉得可以，就是我是感觉上比如说队友不太会打，但是起码能就是帮忙，然后甭管是用道具啊还是空怪什么，感觉上这个任务还是比较好过的。到了四代遇见难的怪，我发现怎么帮还是要三猫，就是我很无奈，我不太清楚是我做的哪里有问题，就是我很想让他们过，但是就是过不了，我就非常的无语。这是很难吗？还是说真的是不太清楚啊？这个防御也是636，这能不猫吗？700多，这还是比较过关的。我还能拿什么打？都跑了，又来了一个。我看一下时间啊，这期可能是不够再打一次了。我觉得我们再看看吧，看看。哎，有高玩直接用弩打临界碎，可以学习一下，总之我是不敢啊。
总之是这期由于时间问题，我是就先截到这儿了。哎，我这回就不信了，我就接着打，就直到给你打过了为止。总之具体情况我们下期再说，这期先到这儿，也是相当喜欢，我们下期见。